种树爱地球，我们看这是国际佛光会的我跑步你来种树哦，这种活动呢日前是在欧洲地区获得热烈的回响，日前是圆满达成第一阶段了。接着来看呢，是德国柏林协会向当地政府认捐的新树，作为柏林第一棵三好树也正式诞生。手拿容器为土壤浇水灌溉，这棵属于国际佛光会柏林协会第一棵向政府认捐的新树，结合日前你跑步我种树，期盼小树快快长大。着手挂上三好标示牌，宣告柏林第一棵三好树正式诞生。佛光人在妙想法师带领下共同见证，响应绿色行动，配合柏林政府植树计划，要持续栽种更多树木，也让三好在社会发芽。做好事，说好话，存好心。人间卫视德国柏林综合报道。